韩国女艺人具荷拉近日在社交网站发布一组她和宠物猫的合影，吸引了广大粉丝的目光。照片中，猫咪乖巧地躺在具荷拉身边，她轻轻地抚摸着猫咪，眼神里充满了柔情。一猫一人的互动非常有爱，其中具荷拉清纯的侧颜杀非常扣人心弦，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。据悉，具荷拉的前男友崔某因涉嫌偷拍两人的性爱视频而被起诉，第一次庭审将于3月18日举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